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27日，欢迎收看本期的外围追击，我是 Jennifer。 美国对中国通讯的封锁行动又再进一步，美国参议院周四投票通过，将提供农村电信运营商10亿美元资金，以供更换华为和中兴通讯的网络设备。参议院这项表决通过后，随后会将该法案送交给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美国参议院对这项法案的支持，更代表川普政府力图将华为排除在美国电信网络之外的努力又获得一大胜利。美国政府一再主张华为是中国政府的分支机构，尽管华为对此予以否认，但美方仍坚持如果华为参与建构美国和其全球盟友的 5G 网络，将对该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由于华为设备比竞争对手的设备便宜，并颇受美国农村小型电信商欢迎，而这些农村电信商通常依赖政府补贴，因此这项新立法就是要确保电信商在不影响网速的基础下逐步淘汰华为和中兴设备。其实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达成共识后，众议院早在12月就一致通过安全和可信通信网络法，该法案将要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建立1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规模较小的电信商淘汰华为与中兴的设备，并另行更换设备，并编制一份被视为对电信网络构成威胁的公司清单。当法案来到参议院时，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 Roger Wicker 原本也希望趁势获得一致同意，但随后遭到参议员 Mike Lee 反对，后者担心该笔费用将如何支付，但近来已放弃反对意见，为本周四签字铺平道路。Wicker 更发表声明指出，某些外国对手的电信设备对我国国安、经济繁荣以及美国在先进无线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的未来构成了重大威胁。强调通过建立淘汰与替换计划，这项立法将为美国通信网络提供保障，并为美国人提供更安全的网络。不过华为先前就曾警告，美国通过这项法案可能会导致该公司大幅裁减美国业务。其实美国对华为的封锁近来可以说是各种招式尽出， FCC 本月26日要求美国电信企业报告有关其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的情况，强调这些数据可帮助告知进一步的潜在行动，并有助于为可能需要移除和更换设备的电信服务商设计一项补偿计划。早在去年11月，美国 FCC 就已经禁止接受补贴的企业购买华为、中兴等生产的设备，更要求电信供货商处移除现有华为和中兴的设备。不过华为也不是省油的灯，随后起诉 FCC， 认为其禁止华为参与可获联邦资金补贴的项目违反美国宪法。但近来美国联邦法院法官已裁定华为败诉。此外，美国商务部日前续宽限华为禁售令，允许美国企业在临时许可时间内购买相关的华为商品及服务，这回宽限期仅延长45天，比以往3次短。据了解，商务部这次延长是因为覆盖美国农村的小型运营商多半依赖来自华为的设备，故期望减低对有关华为客户现有通讯所造成的冲击。此外，美国政府还在研究进一步收紧美国向华为售卖货品的限制。以上就是本期外围追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我是 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